好，弟弟要来开箱这一包卡迪娜鸡汁口味的饼干。弟弟嘴巴有糖果哎，弟弟要不要糖果吃完？你看生锈了。是哦，好，生锈了，没关系，你先修理。好，弟弟糖果要不要先退出来？不然你这样没办法吃饼干啦。哎呦，好，打开了哦。好，给你。好，很多啊，弟弟，我看一下，蛮多的啦。哎呀，拿给我，我现在坐着不方便过去。蛮多的。这个像饭子，好热哦。好，快吃，快吃看看好不好吃。不好吃的话，我要拿给姐姐了。怎么样？味道如何？好难吃哦。真的吗？嗯。好，那爸爸吃哦，可以吗？嗯。爸爸拿去吃哦。嗯。确定哦。好，给爸爸，你不吃就。吃一点点看看。好，姐姐也吃。真有蒜的味道。是哦。而且已经吃过了，吃腻了。蛮好吃的。蛮好吃的哦，那不错啊。那这包的话就给爸爸保管了、哦，还是姐姐保管？好，给姐姐吃啊，姐姐吃啊，不然姐姐都没吃到。嗯